你是谁？报告长官，小野君正在里面给美国人用刑。混蛋，这是佐藤大队的地盘，不是他的特高课。 好久不见了。嗯，是。美国人？他是说他是美国人 ？Are you American? Yes, I'm American. I'm here. I'm from the AVG. What is AVG?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you know. American. 美国支援小组，那不就是飞虎队吗？你是飞虎队的，他是飞虎队。啊，飞虎队！快，快放开他，让他起来。你看，飞虎队，第一次看到，没看过。OK，I'm American, and I'm really starving. OK. 对不起。 Sorry. Mistake. That's fine. I'm really starving, you know. But where is the Chinese army? Do you know? There is no Chinese army. What? No Chinese army here? They left. They left? Okay. 他刚才说什么了吗？这个白皮肤的美国人一口咬定自己是秦武平汤，其他的情况都不清楚。哼，我们必须立刻找到另一个美国人佐藤大佐，让你的部队立即展开搜索。小野君，有句话我必须告诉你，你没有任何权利对我发号施令。 该怎么指挥搜捕，是我的事情。佐藤君，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你必须执行。小野，你不要拿天皇来压我。要不是为了帝国的利益，我现在就把你轰出去。佐藤君，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我们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为了天皇陛下的圣训，我想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请吧。哎呀，多少天没吃过东西了？慢慢吃，别着急。American， what's your name？ Why you here? Well, my name is Claire, and I'm from the AVG. And our plane has been shut down by the Japanese, and we crashed. 这个美国人和他所携带的文件非常重要，很可能会影响。 中日战局，佐藤君，咱们抛弃前嫌，竟成合作吧。这一点我懂。美英盟军刚刚在缅甸战场惨遭失败，中国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也屡屡战败，士气低落。美国政府和史迪威显然已经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他们正在试图寻找下一颗救命的稻草，而延安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就是他们的下一颗救命稻草。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精诚合作。佐藤君，你真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的百战名将啊！精诚合作，效忠天皇。我们一定会效忠天皇。报告老总，我搜索小队发现美国人行踪。哎，帮我解释解释，他说的啥呀？他说他叫克莱尔，他的飞机坠毁了，又遭到日本人的追捕，遇到狼群跑到这儿来了。哦，美国人，吃吧，拿着吧，拿着，吧，馍也给你，吃吧。来，少吃，慢慢吃啊，多吃点啊，吃饱，吃吧。你接下来去哪里呀？现在中国军队撤退了，我不知道能去哪儿，没有人能帮我。也许你可以帮我。啊，你先跟我去石板村吧，和我。嗯，我父亲他是村长，村长他能帮你，他会想办法的。是吗？帮你找到中国的军队。真的吗？嗯。哦，太谢谢了。来，对不起，对不起。鬼子来了！鬼子来了！鬼子来了！这什么意思 ？For you。For me。郭小姐，小日本肯定是冲着这个美国人来的。Go，Go！ 喂，老爹，不能让他走啊！如果让日本人发现我们私藏美国人，可是要杀头的呀！是啊！好，大家别着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美国人到这儿来是帮我们打鬼子，我们中国人个个都讲良心，不能丢下人家不管啊！秋燕姑娘。这山后有一条小路，只有你能听懂他说的话。你快带他离开这里，快走，快走！是啊，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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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快点走，快！快，快快快！哎，好，抓紧点，快快快，把这个收拾起来，收拾起来，抓紧，好的，好。快走，站住，别动！别动！别动！什么呀？进去，往那边，快进去，快往那边站。报告长官，没有发现美国人，再找。秋叶，那边发生什么了？鬼子！啊，日本鬼子怎么了？杀人！日本鬼子杀人了！这都是因为我，我们必须要回去，快！我们必须回去，快！不不，没有用的。我要去投降，这样才能救他们。鬼子无论如何都会杀人的。这都是因为我，没有用的，帮助过我，我们必须回去。克莱尔，快！我们立刻回去，快快！那是我经历过的最黑暗的一个夜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杀人？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群毫无人性的禽兽。妇女、儿童、
老人都可以成为屠杀的对象，甚至没有丝毫的犹豫。我已经不想去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这样做了。我恳求上帝永远不要宽恕这些罪恶的灵魂。大家加快行军速度，争取天黑前赶到湘西北地区。是是。中棍到到哪儿了？队长，你看翻过前面那座山的就到了江西北地区了，离我的家乡薛家村就剩50里的山路了。同志们，马上进入敌占区了，随时做好和敌人遭遇战的准备。是是。救我！你会说中国话 ？Help me out of the street, man. Run up here, grab my leg, and help me out of the street. 你是日本鬼子吗 ？No, I'm not a 鬼子. See this? 打鬼子。打鬼子 ？Yeah. 你真的是打鬼子的 ？Help me out of the street.可能关系到整个中国战局。哎呀，至于他叫什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哎呀，我的老天爷，你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大海捞针也得捞啊。那怎么捞啊？要我说呀，这美国人呐，和咱中国人长得不一样。哎，只要看到大鼻子，上去就一抢。我们认得出来，日本鬼子也认得出来。现在，就看谁抢先一步了。All right, kid. Let's get out of here. 大个子，你叫什么名字 ？What? 你叫什么名字 ？I don't understand. 名字。我叫牛娃。My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You read Robert. 萝卜头。怎么跟我三大爷的小名一样啊 ？What's your name? 门牛。牛娃。Okay, 牛娃。牛蛙。All right. Hey, kid. Can you read that? 看不懂。I'm a pilot. Flying tigers. 飞虎队。飞虎队。Plane. 你是开飞机的。飞机。家。飞机的家。飞机的家。Yes. 飞机场。飞机场。All right. Yes, I need to get back to the 飞机场。这好办，走，我带你去。You take me. All right. Good. 等等，你一个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走哪也得给鬼子认出来。这么着吧，我回家给你拿我爹的衣裳。This Chinese kid Niu Wa
It's quite something. He'll probably never find out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gives us each a letter of aid request, as well as a gold bar. And we can freely hand these out to anyone who offers us succor. He wants a gun. I'm thinking a trench mortar would be money better spent. 你这路是咋带的？绕来绕去，绕不出二里地来。那美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找着啊？那走大路快，你敢走吗？那有什么不敢走的？不能这么绕了，我决定走大路。队长，走大路会不会太冒险了？冒险是冒险了点儿，只要能节约时间，我觉得值。队长，要不然这样吧，前面就是薛家村了，我先去打探打探。好，去吧。是。走。下车！全体下车，跑步前进。连长，你看，前面就是湘西北了。连长，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地。要不要兄弟们调整一下？让弟兄们再坚持一下，到前面薛家庄再调整。是。你带弟兄们原地休息一下，一会儿跟上。我跟刘武松上去看看。是。弟兄们，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有钢铁般的意志，保持高昂的斗志。都跟上。放屁！老子当兵就是冲着大洋来的。不给钱谁干这个？你说什么？反了你！来呀，都放下！干什么呢？把枪给我放下！都退回去！继续前进！大瓶子，别跟他们讲你们军校里的那些大道理。这年头，当兵的都没有善茬。要摸清他们的脾气，软硬兼施，当心背后有人给你打黑枪。我们走。干什么呢？嗯？干什么呢？过来，快点！来来，吃蜜橘，我是前头那个村的。好，过去吧。尝尝蜜橘，尝尝蜜橘，来，过去吧。李云，走。啊？嗯？啊！美国人！队长，大伯伯，快跑！快走！哎！站住！这边，站住！站住！队长，好像薛春贵。给小鬼子干起来了，不对，他是狙击枪，这是左轮手枪的声音。队长，主棍，队长，怎么了？前门路口有个鬼子关卡，一个大个子和鬼子干起来了。走，去看看。没人呢。是是是。很好，山本小队长。嘿，薛家村哨卡发现一名美国人。你带着你的小分队立即赶往薛家村，我随后就到。嘿，大伯伯，快跑啊！快快！趴下，趴下！别动！开枪！急指挥！啊！别开枪！那不是美国人吗？对呀！快救人！
小李，小李，小李，队长，你咋，你咋俩脑袋呢？啊，几个脑袋？一个。我没事了。你小子没死啊？啊，真把我吓坏了！快起来，快！我的电台呢？剧场，我的电台，我的电台，我的天台，队长。算了，去球了。我的电台。撤，走，快！报告队长，我们遭到了袭击。怎么回事？啊！一个大鼻子和一个孩子，几个混蛋！是，赶紧拿到战场。嗨！喝口水，来，来，喝口水吧。你到底是谁呀？哎，你小子，我是你春贵哥。春贵哥？薛春贵。春贵哥，真的是你啊？你啥时候当兵去了？都当了两年多了。哎，来，你看，我现在啊是部队里的狙击手。你就吹吧你，你忘了队长怎么说的了？一到关键时候他就掉链子。去去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哎，队长，队长，没事吧？小雨姐说她没什么事儿，就是撞了一下。啊，你是个好小子，知道不？给他弄点吃的。好。怎么样，队长？你快看看吧。队长，他的伤没事吧？子弹已经打进去了，必须手术才能取出来。可是现在条件不允许啊。简单包扎一下，回来跟据弟子说。是，已经包扎好了。好。你好啊。他是我们队长。长官。Hello。You speak English. That's awesome. 听懂了，听懂了。That's awesome. My name's Robert. I'm an American pilot with the Flying Tigers. I need your help. 他说什么？我哪能听得懂啊？哎，这洋鬼子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哎，张楠，他说什么来着？我也不懂啊。可你每天戴个眼镜干嘛呢？你不是有文化吗？哎，那你还说你是万事通的？你哎，别别，行了行了，没事没事。你是美国人吗？美国。American。哎 ，American。美国。OK。American。American。啊。See, American。哦，没错没错，你看。美国，来华。
在后方的。哎，队长，啊，你说这么多，他能听得懂吗？嗯，他不明白我也得说呀。集合，集合，快集合，集合！牛娃，嗯，你这次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勇敢。把装备弄好，回去跟乡亲们说，就说信子君一定会回来的。等叔叔下次回来了，给你带一个大大的奖状，好不好？好。燕儿，爹，燕儿，你怎么大黑天都回来了啊？爹，哟，还有洋人。你好，黑龙。这，爹，回去说，回去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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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门，进门。这咋弄的？这是啊？哎，快，先歇会儿。进来。我给你打水啊。回来吗？你糟了，一天一夜，你一点儿都不累吗？反正我是坚持不住了。我也很累。哦，你是一个军人，我是一个女孩，但是我比你强。我可是天上飞的兵，地上走我不如你。哎，燕儿，来。快快洗洗，快洗洗，看都成什么样子了。哎呀，燕儿，这个大鼻子怎么回事啊？他是一个美国的飞行员，他的飞机被日军给击落了，现在鬼子到处找他，我在半路上遇见他，就给他带回来了。哎呀，那鬼子跟过来咋办？嗨，我们这不是半夜赶的路吗？鬼子没发现。村长，哎呦，老叔皮啊！你看，郭大，我说我没看错吧？准是秋月回来了。老叔，哎，老叔皮啊！啊，这样吧，已经都来了，走到屋里，咱们合计合计啊。高应龙啊，看见队长了吗？队长他，不知道。眼镜儿，队长呢？啊，队长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们刚才不是还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吗？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哎，三宝，你们几个谁见队长去哪儿了？啊，没有，没看着。哎，小雨姐，我知道，我知道。去哪儿了？啊，队长和老同志他们。哎，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们啊去侦察地形，侦察地形去了。你瞎说什么呀？他们进树林了，而且还鬼鬼祟祟的。眼镜儿，学会撒谎了，眼睛都不眨一下，厉害呀！哎，小雨，小雨姐，放开！轻点。伤口深吗？哎呀，深倒不是很深。想到小花，小花，这个五个瓣儿呢？哎呀，赶紧帮我收拾一下！哎呀，我真弄不成，我去给你找顾小雨去吧。哎哎，你叫他干什么？一个女同志。要说也是，一个大男人家，在女人面前扒裤子，哪儿那么多废物？你小子啊，我看你将来有没有？屁股挨枪子的时候，
不可能，除非我当逃兵。哦，队长，队长。哎呀！队长。啊，顾小雨同志，有事吗？哪儿受伤了？没有啊。行了，别装了，到底哪儿受伤了？大腿上面。哎哎，对，上面。来，把伤口给我看看。啊，已经处理完了，不需要。我看看。啊，真的不需要，一点点伤。啊，真的不需要。顾小雨同志，我命令你，不用。郑大勇同志，你不要忘了，出发前支队长交代我要我照顾好你们每一个同志，让我看看伤口。我自己来。就擦破了点皮儿，那也得脱。打开。那你就脱吧。哎呀，哎，干什么？他就是个屁股，那有个啥？往下点。哎哎哎，往下点。再往下点。哎哎哎，再往下点。这是谁干的？我不清楚啊。你们简直是胡闹！往伤口上撒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会发炎，是会感染，是会得败血症，会死人的。我可真不知道啊。别走。嗯。搭把手。哦，搭把手。真是的。队长。队长。啊。疼吧？忍着点儿。疼倒是不疼，就是心里不得劲儿。有什么不得劲儿的？从小只有我爹我娘，我姐看我，我下河洗澡都不光腚。那我也没见过谁受伤伤在屁股上的，第一次。好了，穿上吧。行了，别不好意思了。那心里也不得劲儿。那你说怎么办？替我保密啊。知道了，燕儿啊，你这哪是带回来个美国人呐、啊，那简直就是一颗炸弹。按理说呢，咱们中国人最重一个义字，别人有难，咱们都会出手相帮的。可是这个帮，他总得有个底线吧？这事儿啊，现在光凭我自己，肯定是解决不了。我就不信，全村这么多个脑袋，就想不出一个好主意。Hello， 大家好。快走！哎呀，别看了，快走啦！快点，快走啊！克莱尔，请进。嗨，秋燕。谢谢。早餐。哦，好的。今天的天气真好，感觉很像德克萨斯。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嗯，还行。嗯，不过我看你的样子不太好啊。嗯，这是我的家，我习惯了。哦，好的。哦，衣服换上。嗯，不能穿了。哦。哦哦，嗯，好。吃点东西吧。哦，我有自己吃的东西，我有
饼干和牛肉罐头，这是美军发的军用粮食。克莱尔，在这儿我们都吃这个，我也吃这个。面包，牛奶，我们的，你得习惯。哦，好的，谢谢。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反正你也不打算在这住一辈子。哦，秋燕，你刚才在说什么？衣服，换好吧。我一会儿出去，你不出去。这是飞机迫降号，我第一次在没有枪声、没有屠杀、不用担心日本人追捕的情况下，安静地享受阳光，享受德州的美食。感谢上帝，突然我有些难以下咽。我想起了那些被日本人杀害的无辜的中国难民，如果没有他们，我将会是在哪里呢？什么情况？前面发现那鬼子正在追赶咱们老百姓呢。大瓶子有，带着弟兄们绕过他们继续前进。是。连长，这鬼子拿杀人去开心，咱们就见死不救，不管了。应该管，不过我们在执行重要任务，不能因小失大，暴露目标。带着弟兄们继续前进。继续前进。报告大佐，驻守哨卡的小队遭到一支中国军队的袭击，美国人被抢走了。江西北的所有中国军队已经全部溃退了，哪里还有什么中国军队在这里？佐藤大佐，一定是国军。我刚刚收到的情报里说，73军派出一支小分队秘密返回湘西北地区执行任务，可是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自己碰上鬼了呢。你他妈才是鬼呢，荒郊野岭的，你跑这儿来干啥？我回家去，不行啊。小屁孩子，你他妈有家吗？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人家新四军就不像你这样，瞧你那样，长得就像汉奸。我是汉奸？人小胆子倒不小啊。我问你，看见一个大鼻子美国人没有？没看见。哎，你他妈找揍是吧？啊！哎，刘副总，坏蛋，你干什么呢？你他妈老实点！你大坏蛋，你就是个大坏蛋！老实点，过来，把手撒开，枪收起来。哼，没事吧，小兄弟？走，跟我走。嗯。哎，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牛娃。你们家就在这附近住啊？就在那边村里头住。哎，你刚才说你看见新四军了？有也不告诉你在哪儿。哎，小兄弟，你看我们这些人是过来帮新四军的。真的？那当然了。那你们咋没穿新四军的衣服？我们在执行特殊任务啊，我们是国军，正规军。你倒像个新四军的样子。孩子，他们是不是还跟着一个大鼻子的美国人在一起？